你好，你好，先生，你是这样，我们做一个街头的采访，然后我们采访的主题是你是如何看待爱情的？那么由我们先生来说一下吧，好吗？你是如何看待爱情的？不是，哎，我觉得爱情是相互的吧？爱情是相互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是相互的，就是付出和索取都是成正比的吧？好，您说一下。我觉得爱情就是包容和体谅。你好，你好，乔山老师，我现在太巧了，是我们那个我们的电视台的这个福利呀、啊。看一下大家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和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好吗？我们是娱乐播报的记者，在做一个小小的街拍，打个招呼好吗？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乔山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先坐下吧，行吗？我坐下和您聊一会儿行吗？好巧啊，现在真的好巧啊。这样行吗，乔山老师？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口号，娱乐播报有个口号，然后您能麻烦您帮我录一下行吗？这样吧老师，我们站着说吧，我们站着说这口号吧，然后大家都，我们的口号是探索娱乐头条，解密明星隐私，这里有你最想知道的明星隐私，这里有最想知道的明星娱乐报道。您说一下，长不长？然后您的表演真的特别的好，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好吗？探索娱乐头条，解密明星隐私，这里是我们最新的娱乐头条报道，这里有最想知道的明星隐私，这就是我们的娱乐播报，娱乐播报，耶耶耶耶耶！我再说一遍好吗？探索娱乐头条，解密明星隐私，这里有你最想知道的明星隐私，这里有最想知道的明星娱乐报道，这就是我们的娱乐报道，耶耶耶耶耶！让他情绪一定要饱满，来开始。我开始。第一句是啥来着？探索娱乐那个头条。对。张老师，咱们现在开始啊。我开始不了，你们这 ID 太长了，我就简单说点吧，是吧？好吧。嗯。那啥那个，啊，就娱乐播报啊。啊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乔杉，希望大家关注娱乐播报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有很多明星娱乐的八卦新闻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。